当中，韩国男团的颜值都很高，但现在呢，有两个团体他们没有经过修图的照片流了出来，发现有团员居然是超级国字脸，甚至还有人有个互抖尖下巴，也让网友看了惊呼，这不是印象当中的欧巴。台上劲歌任务，不过不少网友焦点看的不是这舞技有多精湛，歌声有多悦耳，他们的焦点全在脸上。霹雳无敌眯眯眼，还有个厚道金下巴，这山根也不同于过往的欧巴高耸，纯天然长相让网友惊呼，这真的是南韩男子团体吗？让人颠覆花美男想象的还有这个四人团体，二月才出道，宣传照一身白挺帅的，但为 PS 过的照片一曝光，网友说：“哎呀，喂呀，我的妈！腮帮子四四方方，宣传照的瓜子脸，一秒变身国字脸，还有团员造型，卷卷刘海，粗粗眉毛，这种 style 让人不敢恭维。”韩国经纪公司推新团逆向操作，这回不再只有花美男。虽然被大陆媒体很酸是最丑男团，但反其道而行的做法，反倒让曝光度大大增加。记者宋报道。